而家李宝嗰阵啊，应声投出梦寐以求啊，相当之快，六恩劲赢亦系唔慢嘅。咁啊上咗嚟见到心中有劲啊，然之后入边仲有领航人。咁再后啲跟住就系太阳星嘅，然之后外栏位置斯嘉路啊，斯嘉路入边电信财星啦，再后啲跟住诚信心拍住一齐，仲有妙手神驹啊。睇晒尾嗰只就系顺利多，距离头马约摸系七个马位左右嘅。好啦，转咗半个银禧湾前面放头咧，见到心中有劲，放出头个零马位之先，领先梦寐以求守住个第二嘅。陆恩劲赢喺第三，然之后跟住领航人，领航人外边就系盈福嘅，再后啲跟住就系电信财星啦，然之后太阳星。头先再有啲外栏位置斯嘉路啦，喺佢入边嗰只系诚信心，喺晒尾妙手神驹同埋顺利多，距离头马依然有八个马位嘅。好啦，转正弯入正直路啦，前面放头咧，见到中档位置梦寐以求入边心中有劲嘅，系咪上紧嚟见到陆恩劲赢，然之后领航人啊，咁啊再后啲跟住咧就系电信财星，然之后先至系诚信心啊，入边仲有顺利多嗰啲马，有冇仲有二百米左右？入边外栏位置依然系心中有劲，但系外边啲梦寐以求就已经拍住，系咪上紧嚟而家先至见到陆恩劲赢啊，顺利多诚信心嗰啲马，前面嚟讲依然领先，仲系梦寐以求，梦寐。以及跑第一，心中有劲，跑第二，跑第三名顺利多，跑第四名诚信心。大热门连赢位，赢嘅系洛飞嘅梦寐以求，有个班喺度，越骑越有。梦寐以求第一，心中有劲第二，顺利多第三，诚信心就跑过第四噶。一火出嚟就系呢一对马翻嚟啦吓，最紧要出闸顺利，都算系顺利啦，大家都系一人一步嘅啫。啊！顺利多啊，悭咗咁啊，冲翻上嚟跑个第三，即系好似遇到蓝老虎嗰场咁啊，有翻啲走势，诚信心第四，冇压力啦可能。一二六十啊，头场啊，热门开场啊，比较热门啊。哇！嗰只白鹿跑到包尾咁滞，尾二啊，系赢咗只盈福，盈福包尾。大路嘅呢就温 two 咋，四啊六蚊 Q 咋。吓五啊八我见到吓四啊六系第二场，哦呢个第二场。都系啲祖马嘅问题啦，佢同诚信心就系叫熟啲咯。嗱，嗰都系早段好厚嘅，顺利多都系一对啦，唔逼佢啦，唉，悭住悭住喺条栏度。似乎系呢一对经验较为丰富嘅马，好似跑得好、哦、比其他啲马好。嗱，嗰啲觉得自己会有啲机会跟得好位嗰啲，翻嚟包尾嘅结果，一只系领航人，一只就系只盈福，两只马包尾翻嚟，散晒添。嗰啲反而缩缩埋埋咧，而家仲有多少变咗？都系白沙梦宝喺开面追咧，就系、是、诚信心啦。过嗰扎都系。系啊，力噶啦，已经系力度已经转弱咗好多。嗱，哇，冇错啊！你讲嗱，阿伟件事都打到开花啦，顺利多，佢都系过嗰啲闸，已经系冇晒力嘅马嚟噶啦。啲咩陆恩劲赢啊？咁啊，场场有杯班嘅，九场啦，未到陈场。佢当咗。